尊敬的谢教授，还有各位专家，还有老师、同学啊，大家中午好！我争取在20分钟以内完成我的报告。刚才前面呢学了很多的知识，收获很大。像谢教授刚才从这个大学、职业大学啊，如何去增强适应性，然后呢，我们的伟斌教授讲了学科建设，这个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我们小钟教授呢，就讲到现代教育体系当中，职业教育这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都是在宏观高屋建瓴啊，收益非常大。那我想了半天呢，我讲什么呢？我是跨界，也是跨界，所以我就讲一个点：大学是由学科组成的，学科里面呢有不同的专业，然后专业的下面呢，最核心的是一门一门的课程。在课程里面包括了我们的理论课、实践课，还有产教融合的这种实践课程。那我就讲一个非常落到一个点的，就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创新的一个行动研究，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我们的这次会议也有些收获。最近的这个有3件大事，是吧？这个刚才都提到了，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1年的4月12到13号，然后呢，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那就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也是在2019年的2月份出来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教育合作，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一个总的目标。所以我这个分享呢，放在我们的大湾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那创新这个词啊，大家都是听得非常多了。我们还说要协同创新，然后呢，要科技创新，再落到我们教育创新。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联盟都做起来了，像大湾区的高校联盟，然后我们的职教联盟，然后创新创业联盟、职教在线的课程联盟等等等等。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以职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型、应用型的人才。所以我们说呢，创新啊是我们湾区发展的一个动力，而教育的创新呢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原动力。现在啊，时代变了，第一个变化，教育的颠覆性技术啊频频的发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技术，移动互联网、5G 技术、云技术、知识生产自动化等等，虚拟现实、人工智能、3D 打印等等，像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它对教育可能会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变化。疫情来了，到昨天为止，全球的这个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有1.4个亿多一点，死亡有300多万。那这个疫情也对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对我们的职业教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老师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角色，讲台上的圣者，the sage on the stage，就像这样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现在我们在课堂里面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角色叫学生身旁的指引者，the guide on the side，学习的促进者，就像下面这种，现在呢，在我们的大学课堂开始见到了。然后疫情的变化，教育颠覆性的变化呢，我们的老师有时候要像 the ghost in the wings，就翅膀上的幽灵。那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都体验到了老师啊，要作为 the mind in the machine，叫机器中的灵魂，在远程呢，我们要去作为一个人，要做些精心的准备和设计。所以教师的角色也变了，四个角色都有，四个角色都有，是混杂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是 sage on the stage，有时候呢是 guide on the side，有时候是 ghost in the wings，有时候呢，我们是 mind in the machine。那在洪荒时代，我们教育就是言传身教，那时候连纸都没有，是不是？然后后来有了教书，把那些知识放在书上去来传承下来。到了近代，我们开始教学，叫 teach to learn，不仅是教书了，在60年代，
50年代、70年代，一本书都非常金贵，我们要找一本书啊，都要去求人，对吧？那么现在书到处都是，所以我们老师的角色要变成教学，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再高的一个境界就是赋能 empowerment， 就老师你不光是要教书教学，还要去给学生提升他的能力，他的什么能力啦？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要赋能，要 empower the students。教育的最高的境界，我觉得是教育生活。那教育即生活，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到博士后，当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教育生活就过了。其实教育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我觉得不一定。教育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同时啊，其实这种生活应该是愉悦的，应该是健康的，这样你的职业、你的未来的工作，你才会感到开心。所以教育及生活，这是最高的一个。教师的角色变了，教学方法也变了，这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学放为人的方式，现在我想应该比较少了吧。在中小学这样的一些学放为人的形式现在开始少见了，但是啊，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在我们的职业教育当中，课堂里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这种 feeding the baby 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个方法也在变了，也要变了，要变成主动进食 active eating， 就像这样，妈妈不见了，学生吃得很开心，这个妈妈是不是没干事啊？不是，他在后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比这个老师、这个妈妈做的更多。教学方法也要发生改变了。这是一个实验，是吧？一个实验就是同一个教材，在用不同的方法去教，然后24小时之后看学生学到多少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讲授、阅读、视听结合、示范、小组讨论、实验练习、向其他人传授、立即运用所学的内容。我们看一看他的所学到的东西，最好的应该是在下面 90%， 是吧？向其他人传授，前面的讲授是 5%， 对吧？那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实验而已。那上面的讲授、阅读、视听结合、示范，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动式学习，就像这样，20分钟以后就会要睡觉。那么下面的就是我们说的主动学习，你要动起来，就像这样，就像这样。所以呀、我们这样这个大环境下面，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经常说啊，过去的学生选大学，现在的学生在选大学的同时呢，会干嘛呢？会选专业。那么未来的20年、30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选大学会选的，选专业也会选的，但是最后可能会落到选科目，就是选课程这一块去。所以我们的不管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最后落到的是一个科目的建设。所以我就讲的比较悲观点，大家看看这样的照片，可能在我们很多的一些高校里面经常看到的。我们老师一看，第一个反应学生很差，学生一看第一个反应老师上课很差，对不对？再仔细看一看，还有比其他问题啊？你看，这是白天，这个没有墙，对不对？这个教室就会让人昏昏欲睡，灯光也不足。再看一下，这是座位，这些座位你不想睡觉都不可能。座位的安排也是一种被动式的。其实我这里还没放到前面来，前面的讲台也是那老师去讲的，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是吧？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改革，要产教融合，要应用型，要技术型，那样一种教学怎么可能是技术型的呢？我们放一个短片，2分钟。
These agreemen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Several interesting situations could arise. Suppose A, orderly hierarchy control over more land than any of his lords A, B, C, D, or E. Who would be master of the situation then? Obviously, the vassal,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defy his feudation, created conflicting allegiances and confusing alignments that destroyed the theoretical hierarchy, thu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feudalism to operate effectively for the control of a large state. Now, in view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feudal system seriously impeded the growth of extensive kingdoms. By about 900 AD, Carolingian Empire, that's the Carolingian Empire, the Kingdom of the West Franks, that's France, the Kingdom of the East Franks, Germany, the Kingdom of Italy, and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OK, 两分钟，再看看这个场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经常看到吧，我是用的这个加拿大的，其实在我们内地，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多的。黑板也没擦，学生在说话，老师也不管。其实我们说课堂管理，老师是一个小官，上课的时候他要做些管理的，这老师根本就没做的，就是在教下面的人，你学到没学到不关我的事。那这样一种在我们的不管是应用型教育、研究型教育或职业教育当中，我觉得应该要改了吧。所以啊，我们说职业院校的教学改进，用改进不用改革和创新，应该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一个问题了。怎么去改呢？这个五种能力，当时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去研究去访谈一些最成功的一些商业人士啊、政治人士啊等等之类的，结果发现一个，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具有这样的一些能力，我们叫四 C， 后来加了一个五，叫五 C 的这能力。这些人很厉害，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创新。那后来呢，各国都纷纷的提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能力，是吧？叫共同能力、核心素养、核心能力。这个香港特区、台湾地区、我们内地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提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内地在前几年开始提的，叫做三面六项十八个基本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而已，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提法，都是要培养学生的能力，要由教书变成教学，变成富人，变成教育及生活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我觉得我们的方案首先应该要是应用型的，如果方案都做不到，你怎么去谈应用型？然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在本科这个层次再往下也应该需要应用型教学的研究，科学的研究要在课堂里要传给学生，然后从教学当中呢要找到一些研究热点去研究，这样就比较好。最主要的，我们的教学方式需要是应用型，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那都不是应用型的教学方式，不可能培养出应用型人才。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我下面呢我就很快的啊稍微带一下讲一下这个，我就结束我的报告，就是啊讲教学方式的改革要应用型。像这样的情景，刚才那个许校长也放了一些这样的照片，那我就想说我在过去的三所大学里面做的行动研究，一个所大学呢是加拿大的一所研究型大学，照理说研究型大学不要做教学了吗？现在不是，也是教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学费是大学的主要收入。
然后呢，在内地一所教学型的私立大学，我在做这个学术总监。然后呢，现在目前在澳门城市大学，这是一所教学研究型的大学。那怎么去做课堂教学改进和创新呢？我们用了一个理念，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教少一点 ，teach less， 学多一点 ，learn more。然后呢，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来想想看，老师真的去教少了吗？像我们刚才那个妈妈不见了，是不是？教什么多了？教什么少了？学生学什么多了？学什么少了？我们的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么想教，想多教？跟学识有关系吧？跟很多跟钱有关系吧？是不是？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行动研究。所谓的行动研究呢，就是我带领一个团队，这个学校的一个团队，共同去来探讨怎么去把课上好。通过行动中去研究，研究中再去行动，不断的螺旋式的去提升，从中呢去找到这里面当中究竟有哪些问题，遇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遇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这样呢在行动中去做，这是我说的超越延迟，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要行动起来。那中间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像比如说老师的信念，我们有些老师他信念他就是要就是教书的这个信念，自我效能感，专业技能，再比如说学校的文化，科研文化，考试文化，重科研轻教学的文化，权威的文化，这位老师我是个权威，你什么都要听我的，这种文化。再比如说桌椅的文化，刚才我说的那种桌椅文化，遇到一个就去解决一个，就去尝试去解决，学院这个层面解决不了，就到大学这个层面去解决，大学层面解决不了，就向政府去呼吁去行动，当行动起来。那再比如说社会的一些原因，人才的需求，家长的认知，你在做这样教少一点学多一点，让学生来表达，家长会有意见，是吧？还有信息技术的使用，我们很多的老师啊，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欠缺一点，这也是原因等等。行动研究就要去做，然后呢在决策层宏观，在运营层我们的大学，然后在课堂这个微观，三管齐下同时进行，不光是说而去做，要去做起来，所以是自下而上也是自上而下交付起来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些建议，这建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去中观，怎么去做，那么微观呢，我们建议会怎么去做，宏观怎么去做。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我觉得啊，大湾区的发展啊，需要高端的创新型的应用型的职业人才，创新型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湾区的教育教学要进行创新。离开了课堂教学学科专业后面的课堂的教学的创新营行动研究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创新啊，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得行动起来。所以职业教育的教学创新不能只说不做，需要行动来研究。那我们很多老师就会说了，这样做很辛苦啊，钱也少啊什么的，其实不是，辛苦一点你会得到很多的快乐。所以我有最后呢就有句话叫做辛勤的耕耘，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的研究员，辛勤耕耘必有回报。我就说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